第一次咧，移師館外做一個咁大型嘅展覽，亦都係展出我哋館裏邊咧一啲係好珍貴嘅館藏。今次純和藝術同我喺城非常榮幸，可以同香港歷史博物館首次合作，携手展出一系列珍貴嘅藏品，俾大眾欣賞到旗袍嘅經典魅力。 事關呢，一陣間會有四對媽媽同埋女女咧參加一個旗袍嘅 fashion show